莉安和她的影子。姨妈出门旅行时，给欧莉安带回一个礼物，一只又柔软又可爱的小河马，欧莉安叫它小豆豆。欧莉安非常喜欢小豆豆，连睡觉都抱着它，一刻也不愿和小豆豆分开。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非凡的冒险，一起骑着骆驼穿过干燥的沙漠，一起攻打有怪兽的城堡。他们一起喝下午茶，一起完成第一次飞行，一起环游世界。他们真的一刻也不分开。可是，一天早上，小豆豆再也不想去冒险了。欧莉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嗨，我的小豆豆，快醒醒！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去。欧莉安发现自己也不知道要带小豆豆去哪儿，去干什么。妈妈，我的小豆豆不会动了，我不能跟他玩了。欧莉安非常着急。小豆豆是个娃娃，不会动很正常啊。妈妈安慰欧莉安。爸爸，我的小豆豆生病了，你能救救他吗？欧莉安问爸爸。宝贝，小豆豆只是个娃娃，娃娃不是活的，也不会生病，明白了吗？欧莉安对大人们失望透了，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他决定去找太阳公公帮忙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救救小豆豆。可是，骄傲的太阳公公连头都没有低一下，根本懒得搭理欧莉安。欧莉安只好去找大橡树帮忙，他可是草原之王。不过，大橡树说的话，欧莉安一句也听不懂。欧莉安又去问了月亮和星星，可是他们都安安静静，什么也不说。对了，大河马一定有办法。欧莉安激动地跑到大河马面前问道：你是小豆豆的哥哥，你一定能够帮他的，对不对？大河马摇摇头，非常抱歉地说：对不起，欧莉安，我也没办法帮他。欧莉安难过极了。你怎么不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呢？一位老爷爷看到欧莉安缩在椅子上，关心地问：我的小豆豆，他不想跟我一起玩了，他是不是死了？欧莉安伤心地说。我看看，他确实动不了了。老爷爷说。可是我有一样好东西，它可以让任何人复活，还可以让你飞得比天上的云还要高，去另一个星球探险，创造一个美妙的新世界。那是什么好东西？是精灵粉末、魔法配方，还是宇宙飞船？欧莉安着急地问。都不是，我的宝贝没有那么复杂，这是一个人人都拥有的东西，只是我们常常忘了。那是什么？快告诉我，求求你了。欧莉安迫不及待地说：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